嗨，小朋友们早上好，今天呢老师要教你们华文课，请你们拿出来作业本，然后打开25页。好，打开了吗？今天呢我们一起涂颜色做练习和写字哦。首先我们先读一下，有时高高挂天上，有时躲在云里头，有时圆圆像银盘，有时弯弯像小船。啊，小朋友们知道吗？这个是什么呀？圆圆像银盘，弯弯像小船。小朋友们知道吗？什么是弯弯的？高高挂天上。小朋友们知道吗？对，是月亮。所以呢我们要涂上颜色哦。小朋友们准备你们的彩色笔，拿出来你们的黄色，然后呢我们就涂哦。好，老师的月亮已经好了。现在呢我们一起做下面的练习。小朋友们准备你们的铅笔，我们呢要把相关的图连一连，看，有星星、小花，有人拿灯笼，还有正在晒衣服。那我们看星星呢是在早上还是晚上呢？对，晚上。晚上的时候是太阳还是月亮？对，是月亮。所以呢星星我们呢就连在月亮。那我们看小花，如果小花长得好看是因为什么呢？有太阳晒着。对，还有呢我们要浇水哦，也有太阳才能小花才能很好看很健康的样子。所以呢早上的时候是太阳还是月亮呢？对，是太阳。所以呢也是连在太阳。继续看灯笼啊，小朋友们看过灯笼吗？啊，灯笼呢是在晚上的时候的哦。你看小朋友玩得很开心是不是？啊，晚上的时候是月亮还是太阳呀？对，是月亮。所以呢我们就连在月亮。最后一个图片，妈妈呢正在晒衣服，才洗完衣服。你看我们需要什么才会干呢？对，太阳，我们的衣服才会干哦。所以我们就连太阳。那现在呢我们一起写月的字，来跟着老师一起读。月，月，来我们一起写哦。撇，横折钩，横，横，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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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撇，横折钩，横，横，月。好，下面的呢在家自己写哦。好，今天的课先讲到这里啦，在家不用去学习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